你有没有想过，在台湾这座36000平方公里的岛上，除了小吃、美食、浓浓的人情味之外，还是一座百年历史的民俗博物馆。以立春的前一天，咱家举办迎春雨的活动。象征说。 一年之始要开始啊，是啊，希望新的一冬会当啊万象更新，啊五谷丰收啊嘞。上百盏天灯缓缓升空，满载心愿，照亮平息夜空。平息天灯节从晚间6点开始释放第一波，总共释放8波，共计1200盏天灯。元宵节天公作美，主办单位估计平息涌进超过10万人，其中70%是外国游客。 元宵节啊，就是信仰里头的上元节，也是三官大帝中啊天官的圣诞。而从唐朝开始呢，便流传着点灯庆祝的民俗活动。也由于哦这一天是农历的第一个满月啊，所以啊，除了跟家人一块吃汤圆团聚之外呢，华人各地啊也都有着极富特色的民俗活动哦。 像是在屏东啊，就有一场流传百年的元宵庆典，不但拿鞭炮追逐王爷啊，甚至还有一段神明与人类结为连理的爱情故事。不止这样，你以为台湾三大炮之一的盐水风炮呢，只有在月经港可以体验吗？在台南啊。 还有一间庙呢，不但让你参与风炮，甚至啊释放国际烟火，让这里呀、啊、一要成为打卡圣地。今天宝岛声很大，就带神粉们前进南台湾，一同享受炮火连天庆元宵。 大哥你好，大哥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是讲我们盖桥公恁家的老爷不？嘿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三山国王是我们客家人主要的信仰嘛。对。啊，恁家的三山国王其实从什么时候就供奉在这里哈？我们三山国王呢，在三十五年到38年这段时间呢，因为先民从大陆，因为那时候是战乱的时候，那从那个时候就有这座庙。哦。所以啊，那小朱你都认得吧？认得。 是他这个比较厉害，什么说？他比较特别，是他中间的是三王爷啊？你知道？是大王爷？对啊，是大王爷吧？不，他们那是三王爷在中间。哦，那比较少看过这种状况哦。对啊，是为什么他是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个故事吗？这个事迹？大陆那边以前就是在水草那边有很多的那个，就是土匪啊什么的。那居民就是没办法打倒那些土匪，那三王就显灵了，那带领这些乡民呢打败这些土匪。 那后来乡民呢，为了要祭拜他，所以盖的这个三王的庙。哦，你知道听起来三王爷比较像是武将的一种感觉。哎，那其实大王、二王、三王他们负责的职务会不会也是不同的？对，也是有不同。对，是哪不同的小朋友知道吗？你是客家的，我知道，你知道这个吗？讲一下。我们小时候去考试拜拜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拜大王爷，就像类似拜文昌帝君那一样，就会保佑我们顺利。然后，假如我今天要跑步比赛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拜二王爷，因为他是武将，所以我现在练武术，我也会拜二王爷。二王爷。然后三王爷就是我爸爸妈妈最爱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求财啊。哦。他们每年都一定要拜他。然后又有他的事迹，所以可以说是武财
老牙，给老牙，对，给老牙，给老牙，知道给老爷给光什么东西吗？是啊，这是客家语的讲法哦。对对对。古罗雅这项传统的客家文化，就是在元宵节这一天哦，由村民抬着神轿巡庄绕境，并借由炮炸祈福的方式啊，来祈求来年顺遂。不过呢，其中的老爷呀，并不是三位王爷，而是由庙里的两位先锋官，分别是韩指挥大使和张木坑公王来担任。也相传啊，这两位神明啊，在广东省揭阳县的林天祖庙，因为辅佐三位王爷庇佑乡里啊，所以每当绕境出巡的时候呢，便舍我其谁，成为巡守地方的重要角色。不过吼，话说回来啊，咱拿来这项古罗雅的特殊庆典啊，不仅是当地的元宵盛事，更是全台唯一，保证其他地方打着灯笼也绝对找不到的哟。
这个，你在干嘛？哎，你好。哎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这个今年我们准备元宵节要放的。元宵节要来跳凌波舞？不是啦，是要跳高啦。不是啊，凌波舞上面跳高上面是有鞭炮是不是啊？没有，这个我们元宵节要准备来用那个鸡炮钩。哦，鸡炮钩。哎，什么是鸡炮钩？就是我们客家话讲的竹竿炮。哦，客家话哦。哦，鸡炮钩是。这个客家话的意思就对对对对。可是大哥不对啊，竹竿炮的话，我一般印象它不是吊炮，它是这样垂直下来的，怎么是绑在上面？哦，对啊，因为它这个就是我们在绕境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一次次数很多，那就是说怕会避免会打到别人，那所以我们就是会绕起来。哎，但是这些机炮钩啊，不就是这样吊着嘣嘣嘣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这样绕这样子？因为以前他们在玩的时候，就是一直追着他跑，追着生命跑，难怪，所以这样缠起来才方便呐。对，一根这样子，不会说这样子晃来晃。哎，别管，害来害去，害来害去啊！对啊。哦，所以我看你后面也缠了很多只，这样子。对，这个都准备了。哎，这不一样，这上面还有旗子哎。对呀。对，这个旗子就是各家各户的贡献者。哦。那每家每户，然后会去写，比如说他贡献，他要买一根竹竿炮，然后他会在上面写他的名字。哦，因为聊天的写作是需要很大量的一些人力啊，或是金钱呐，对对，所以大家就是有力出力啊，有钱出钱这样。对对对对。哦，然后就会在架虎的意思。对，就是架虎。哦。那如果说这样子来炸的话，它是有代表说什么样的含义？这个就是说炸了之后就能够王爷他会所到之处，那我们就是会用鸡炮钩来欢迎，好，然后欢迎，然后来炸王爷。那王爷，照以前来讲是说王爷停在家门口时间越长，好，然后代表就是说，这个家会越旺，然后越平安。对，那一般来讲，鸡炮钩它是趋吉避凶。那会用竹竿的原因也是说，炸了之后，这个我们上面的贡献者可以节节高升。对，哎，小时候你们以前就是小时候有这样子玩炮吗？有啊，我们元宵节的时候都会聚起来，然后一起吃汤圆，然后吃完汤圆后，小朋友们都会去玩冲天炮啊，还有仙女棒，它那个水鸳鸯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也不错哎。你说小时候有吃汤圆，对，那长大是不是要换吃别的？吃炮？吃炮？对啊，你有吃过炮吗？有没有吃过？这能吃吗？对，越吃越旺。我讲这两个啊，真正是吼有够歹心的啦。既然啊要欺负咱南城东北的守心女神，要过吼，咱民俗界有一句行话，就是吃炮更叫冲水咯。既然吼身为宝岛声很大 PRO 级的来宾啊，安尼吼，甲准备一支重量级的德国炮来款待，嘛绝对只是多多好而已啦。小猪，准备好要吃炮了吗？我不是吃东西吗？为什么我要穿成这样？对啊，吃东西啊，吃炮就是要穿这样。为什么？安全第一。对，嘴巴要挡住。那为什么你们都不用穿这样？哦，因为我们是拿炮的，炮不用吃炮。所以对，炮呢就会在你的上面，然后你就要体验那个被炮炸的感觉，这样子。既来之，则吃之。来吧。好，接着我现在要怎么吃？你就站原地。不要，你就站着就好了，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感受。哎，然后啊，我们两个哈就先吃。来，阿杰，炮手做定位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来来来，要炮喽！不会痛哎，不会痛，我觉得体验很酷。因为通常我们家放鞭炮的时候，我都是一点，我就冲到最后面。对，我第一次在鞭炮隔壁，我们也是为了要炸你，我们要跑也跑不掉。对啊，而且我想你这个已经算是小 case 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蛮棒的，因为其实是很安全的。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，因为它很刺激，但是很安全。对。这场啊，位于屏东市拿来的古罗亚，相信大家吼一定感到相当的陌生呐，也没有台东或竹南的炸邯郸有名，但是啊，对当地的居民来说啊，却是众所瞩目的元宵庆典，因为呢，它不仅承载故乡三山国王的历史，更是信仰的根本，文化的传承，也难怪吼不分男女老幼啊，都自告奋勇的来参加这一场属于在地特有的热闹庆典。
好，咱即摆已经准备要团拜，啊，带着要开始策划啦，对不？对。但是我头拄啊策划之前啊，我有看到他旁边啊有一盆水，然后好像是在替神明，不知道在洗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个是什么动作？主要是要净身。净身。一方面帮神明净身，也是帮我们哈，就是说等一下绕境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说有什么比较不干净的东西，他们可以借由这一个仪式来排除。哦，所以说就是盐，它那个其实也是驱邪的一种。对对对对。所以这个不错，待会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稍微继承一下，然后再开始出发。对啊，对对，装备我们待会也要赶快去穿一下了。其实你讲的我听不太清楚，起码是弄底出来。大家都塞耳朵。对啊，你看后面的人就已经快差不多全副武装了，毛巾该准备了是不是。等一下就要真正热闹起来了。赶快。好，赶紧，对。對，光是看这个一车又一车的炮火啊，就知道接下来的战况啊，绝对是相当相当的猛烈啊！就算蛟城二人组身经百战，不管是北港的礼炮，还是赫赫有名的炸邯郸啊，也都相当的惊艳。但是哦，面对这好几排密密麻麻的火力展示啊，就算这两个抵挡得住，恐怕也替柔弱的小猪来担心哦。我一定要参加客家人的庙会活动，然后我是第一次参加拿阿奶的活动，我等一下一定要去炸他们。啊，好像有点紧张，因为其实戴了手套后有点重，其实我怕我也没办法控制。可是我刚刚看到他们好像还蛮容易的，就是其他人很容易上手。你怎么去那两个啊？炮酒，炮酒啊！来，炮酒阿姐，不要！就。来，停球！好 ，OK 啊，没问题，随时都有人坚守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来。电光石火的炮炸射咧吼，真正应该讲是万棍齐发啦。不过吼，为着记录这一段一年一度的民俗盛会吼，咱今朝的甲阿成不但忍受痛痛，甲其他的勇士啊感受枪林弹的滋味，更加吼是油门一摆，行伫头前继续该拼输赢啦。不是毛衣啊，是红牙弓啊！但是我们先不要跟人家急哈，我
先让他们摸一下。其实我说真的，之前去过在邯郸野，这个是炮在追我们，我们走到哪里，他那个竹竿就拿到哪里，在旁边一直嘣嘣嘣嘣，哇！不是竹竿在追你们，是炮在追你们，因为其实啊，他们都是地点上拿着而已啊，然后炮跟着你们走。对，只是你看到我们拿轿的时候，我们是会边一直跳，然后一直转圈圈，一直跳，一直转圈圈。对啊，所以跟我们以前吃的那个雷炮啊，阿西上邯郸呐，还有那个什么堆炮啊，上炮那个真的有些就是不太一样的感觉，炸的一样烈，不一样的形式。对，而且它是有没有360度环绕式的音响，真的有，对，是环绕音响，而且怎么躲都躲不掉，要来吃就是不要怕，真的不要怕。你刚刚在旁边拿的时候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好好玩哦，恐怖恐怖。其实一开始会怕，但是站在那边我觉得有一种荣誉感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客家人，我可以参加客家人的盛事，真的太感动了。今天一次放个过瘾，放个过瘾，把坏的除掉，然后好运带来。最开心就是放完大家开开心。摸脸了，来不及了。最开心是要去摸脸了啦。摸脸来不及了。看在地乡亲吼，真正是无分大细汉，拢来望这个先锋官的面啊。除了一方面吼，会用替新兵整理服装；另外一方面啊，也希望新兵庇佑平安顺遂。不但吼，予咱看到王爷公亲民爱民的形象，这款人神之间的零距离接触啊，嘛是客家民俗内底吼上界珍贵的一项信仰文化。好，香港阿贤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客家人为什么？你们刚刚有没有留意到，他们这个鞭炮竹竿哦，一放完马上就被人家收走，对，都很整齐的摆放好就收走了。而且这一个是记录在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它可以收回去，客家人非常勤俭持家嘛，所以他们回去可以晒衣架。一个很重要的哦，也就是我们客家人有他们河婆有一个习俗，也就是把那个竹竿，你如果不要用在晒衣架方面，你可以挂在门楣，门楣它可以，对，它可以消灾解厄，然后可以把很多不好的运气排除在外。透过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炸王爷活动啊，不难发现，其实啊，只要坚守传统文化的根，自然会有着精彩的成绩出现。但在咱们屏东地区，又有着哪些百年历史的传承，可以让我们大家对客家文化有着更深一层的认识？甚至说哦，在客家庄里头啊，是否真有人神通婚的爱情故事，还有那种种神明查户口的传奇事迹呢？哎，泰哥，那我们有听到那个王爷公跟王爷奶奶他的那个结婚的故事啊。那当时啊，结婚的时候在这里有像我们现在结婚这样办喜宴吗？对啊，没有哎。啊，没有。哎，你这个很惊讶哈。而且我也觉得很惊讶哈，一个年轻的貌美的女孩子要嫁人，她突然间吃也吃不下饭，啊，然后睡不着觉，然后突然就想要嫁人这样子。他说一个礼拜以后，哎，大概就会有，好像是类似有神尊类似要来迎娶这样子。哦，就有讲明了。对对，就有讲明了。那时候就开始就没有吃饭了啊，就是也不会讲话这样子啊，也不会讲话。隔了不久，一个礼拜后，哎，真的。有迎娶的轿子过来了，因为200年前你也知道嘛，都是轿子嘛，无论是神轿人轿也都不知道，都是有班的过来，奇怪，就是轿子这样子过来，啊，进去看就一个神尊，对不对？不是人，不是人来迎娶，就神尊，啊，就很莫名其妙哈。那个神轿，比如说我，假如这个神轿是5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不，假如4尺5。奇怪，很奇怪，那神轿竟然有办法进来迎娶我太太呢？刚好过去。对啊，一个5尺的神轿竟然可以进去4尺5的门，这真的是神机啊！神机，真的是神机啊！对，他就是后来这样迎娶回去以后，就变成就是
人跟神的结婚的一个神迹啊，就是听起来跟我们一般结婚的程序是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简单但是隆重，这样隆重，对对，啊，就是有托梦给他，他说就是要引起他就对了，哦，是，啊，故事是这样子来的，哦，是是是是，共起来其实也是缘分就注定好了，既然他也这样子说，其实我讲实在话，我说实在的哈，可能是怎么样？这冥冥之中就有安排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互相欣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难怪我爱聪公跟我古婆太太哈才那么和谐哈。因为王爷奶奶的圣诞啊，刚好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所以啊，从初二回娘家开始呢，便住驾在屏东麟洛乡的郑成功庙。而这两个礼拜的时间，除了香火连绵不断，香客络绎不绝，居然啊，在神尊的身上还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新发现哦。哎，大哥，大哥你好！哦，我们看到你们那个王爷公啊、王爷奶奶啊，这个身上很特别呢。为什么挂底下挂几个现金底下辛苦啊？呢，冻僵呢。哦，这个是我们麟洛乡亲的王爷奶奶回娘家，每年回娘家哦，在进驻我们本庙的时候，我们郑成功庙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信徒还有一些信众，他都会帮我们挂上一个所谓三代，他挂的讲三代哦，三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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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他就是。给我们王爷奶送一个贺礼一样哦，所以这个赏呆是不是跟一般人那驾壶那个金牌的意思是一样的？哦，有意思差不多一样哎。那为什么会特别想要用钱直接折成这样子？是比较漂亮吗？这是我们客家一点习俗啦，就是跟闽南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在这里啊。大哥，我知道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客家最有名的是什么花布，所以就是都会以花啊这样子鲜艳呐，然后的那种。比较漂亮的感觉来挂在我们自己的神明身上，这样子应该是有哦。这样讲可能看上去很像是一朵大花，一朵小花这样，很漂亮啊，有没有？哦，而且百元的、千元的都有呢。这样子是算很多吗？不是，现在我们其实全身都已经挂满了啊，太多啊啊！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晚上的安全啊，比如说因为金钱可能已经超过一二十万、两三十万，不可能嘛，都已经钱财不能露白了，对，太诱惑了。那我们先收起来啊，先收起来啊，保管等明天啊，明天我们王爷要回家，王爷奶奶要回銮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啊交给九如三山国王庙的执事人员。客家人啊，勤俭踏实的性格呢，不仅反映在日常生活中，也体现在啊庙宇民俗上。这种克勤克俭的民情特性，也让许多家庭啊更重视男丁的数量。毕竟啊，多一个男丁就能够多一分生产。所以啊，除了寻求神明庇佑来祈求人丁兴旺，也希望呢借助神明的力量来期许阖家平安。而且大家可别忘了，王爷奶奶呀，还会在元宵节这一天来进行护佑乡里、调查户口的动作。哇，咱即马咧廖进队伍啊，来到家的时阵，会使看到咱这迄面顶有无有挂那个男孙丁？哎，阿妈，哦，所以恁。小 baby 是刚出生的，对不对？大孙，大孙嘛，哎呦，恭喜哦！这大囝大孙，大囝就被大孙了，对啊。所以讲是今年开始，恁才有放这男孙丁的这个灯笼。哦，啊，那王爷奶奶一过来就会看到讲，哦，这里有男丁。啊，王爷奶奶在这边来挂着王爷奶奶的边啊。停下来一下吗？对哦哦，那停停落来的时阵，会来创啥吗？你爱给伊拜拜哦。王爷奶奶真疼这个九如的男的查甫人哦，伊就是要顺男顺丁，就是疼查甫。哦，咱的历史就是安尼啦。哦，也过查甫了大。哎，安尼就好奇的呢。较早呐，生伊的时阵呐，嘛有安尼男顺丁吗？嘛有啊。以前就是有生男生的时候，也有挂这个灯吗？我们家还没有挂过
有抱过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看到挂这个灯，我觉得好酷哦、喔。很酷哈、喔。对。你看他这个爸爸生儿子，就阿嬷生儿子的时候也有挂这个。挂这个。然后儿子啊，儿子在生儿子，有没有？还是再继续挂一个。这一场啊，在屏东九如和麟洛两乡的绕境活动啊，虽然范围不大，但神教呢却深入各个角落，在大街小巷中穿梭，万人空巷的场景啊，印证着居民对王爷奶奶的感恩与崇敬。简单的鲜花素果，更是将自己的心意啊，用最实际的行动来回报给神明。因为其实小朋友啊，最怕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最怕是生病。所以他两岁的时候，三岁也可以继续挂着了。他这样一个成长过程当中，真的都会比较乖吗？诸位，你讲来来炸红袍爱穿这哦？这一定爱穿较高的。咱敢那炸红袍，咱有十二组哦。十二组。全台湾全省会当祭天的土地公啊，拄啊敢信无妙，伊是政府有立案的哦。有怪男生丁哎，是他咯，是，可是他看起来不止一岁哎，对对啊，这个已经差不多超过一岁的年纪了吧，一岁半，对对对，啊一岁半为什么还要挂这个男生丁？哦，对啊，去年出生的小朋友，男孩子，然后悬挂的男生丁，哦，对对对，然后今年一样迎接王爷奶奶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是去年挂到现在一直，对对对，会悬挂一整年，悬挂一整年，对对。所以他两岁的时候，三岁也可以继续挂着喽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哦，就是一样跟那个王爷奶奶说，哎，还是可以过来看一下我们小朋友哦，在你的照顾之下，其实长得都还算不错，对不对？都还蛮健康的。对对对。哎，所以他这个在这样子去年这样挂完灯之后啊，他这样一个成长过程当中，真的都会比较乖吗？会比较顺遂啦。会比较顺遂。对对对。哦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会不会耶？因为其实小朋友啊，最怕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最怕就是哭跟闹吗？不是，哭跟闹倒是还好，最怕是生病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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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对，因为只要一生病的话，就很容易引发其他的症状，很危险。那倒都还好，所以他一整年都没有生病了。小感冒。小感冒而已啦。对。所以 OK。没有说太的，他也肿这样。对啊，所以就继续挂着，还是一样有那个祈福的意思，继续把福气延续下去。流传这边两百年的王爷奶奶孙南丁啊，牵起两村的居民来走这条信仰的路，嘛斗阵来找历史的根，将王爷奶奶的慈悲啊，会用带予更加侪百姓，大家无分你我，共同来保留客家的民俗文化，更加将这出人神通婚的故事啊，演变作上界有特色的元宵庆典。你讲来炸红袍爱穿这哦？这一定爱穿较高的。这吼，你甲看嘛，这就是前冬的战绩啦吼。好。前冬穿的。旧年的。旧年都安尼啊，一粒，拢有。尤其你安全无伫的时阵，你这吼阿妈滚阿只，这面巾一定爱封好势，啊无迄这袍吼会安尼乌白。乌白色，所以哦嘛真危险。应该安尼讲，皮肤不能外露，对不对？拢袂使，一定爱穿好加厚，安全设施一定爱做好哈。咱敢那炸红炮，咱有十二组哦。十二组？嘿，咱有十二组的炸红炮哦。啊，你讲一组有十万？小组啊，得七万、七八万，啊，大组的有遐几十万的。哎，诸位，像我们那个圣母庙这边放的风炮啊，跟我们所知道的盐水风炮有什么差别吗？迄咸水风炮吼，因的所在范围足矮，啊，咱信宝庙宫殿遮大啦，游客吼，若爱刺激的就刺激，啊，或爱走的走，咱的宫殿遮尔大吼，大家拢会当参加？会啊，大家拢会当参加啦，啊，但是吼，足侪只吼年轻族群吼，遮少年啊，真正足爱刺激，你看到你东港来，你会知影，真正有够刺激的。哦，所以不会是我们两个孤零零的站在前面的、啊哦？不会啦，哦，迄规个拢人啊，规庙埕拢人啊。过年，啊奇怪嘞，这个过年的气氛吼，是一年比一年较薄啦，也可能吼是咱年会较有啊。
啊，也有可能啊，是咱的生活吼、哦、比古早时啊较好啊。穿新衫拜大年的气氛哦，无亲像当年啊啦。啊，等到是元宵的气氛啊，一年年愈来愈闹热。规台湾大大小小，好亲像嘉年华般的活动啊，而且还有众神明的加持。听讲在咧元宵节这天啊，土地公吼是全台湾上界无用的神明咯，含圣母庙的土地公吼，拢爱上轿出巡。咱正统落去问圣母庙，咱的福德正神啊，即阵啊是上界历史上悠久，尤其啊，伊是政府有立案的哦。全台湾全省会当祭天的土地公啊，拄啊敢信无妙。观众期待的这个边村舞的活动呢，嘛要来开始咯。看现场哦，是满满拢是人啊！现场啊，所有的人拢期待唱村舞的活动。十二杯，全国先进好运来。阵啊是上届历史上悠久，尤其啊，伊是政府有立案的哦。全台湾全省会当祭天的土地公啊，拄啊敢信无妙，伊丹门城祭天。祭天要创啊？祭天要祈求上天会当保佑咱国家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地方会当事事无灾、不得有穷啊。哦，有一寡遮的有诶无诶？拢爱经过土地公啊，所以爱祭天啊。伊这算中央级的财政部长，伊倒手边咱的文财神，正手边咱的武财神，伊有文武财神啊。伊移民国六十六年啊，咱信无庙，咱的龙里门嘛，就只是咱这只村牛啊，哦，这个历史、这个文化爱交流落来。譬如那咱岛的家神土地公，这就是咧管咱厝内的。啊，若是讲有一寡佛塔坛，还是一寡宫寺庙，因迄个等于像一间派出所。啊，若像咱大庙咧，咱的土地公，这是算财政部长，伊是算中央级的专门，哎，是拢伊咧管的。原来啊，这个掌管土地、掌管农作的土地公呢，伫咧圣母庙举办的土城迎春牛民俗活动顶面啊，扮演着亚丁的重要角色。这个鞭打春牛啊，甲中国农业生产有关的传统习俗吼，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。伫咧立春当天，鞭打用土做的春牛，嘛代表一年农耕的开始。伫咧古早的农业社会啊，是无论官民啊，拢真重视的一个元宵节的仪式哦。你们看这只春牛呢？这只春牛规只拢有贵气哦。贵气。这只春牛吼，你甲摸牛头，子孙会出头。哦。摸牛角。财产稳达达，稳达达。哦，摸牛嘴，你的大富大贵。大富大贵。摸牛尾，你的春家伙。春家伙。哦。摸牛脚，你的家伙吃袂大。哦。摸牛腩，你的春骨啊十一万。哦。规只春牛，你甲摸透透，你子孙啊姻缘自然就到。哦。这只春牛啦。每一冬上少拢100万人来甲望过哦，大家都要好运啊！这只春牛已经是2017年啦吼，已经摕入咱台南市文化局的文化资产，所以这只是全世界有身份证的。我们的春牛呢，有所谓的一年四季，还有所谓的八节，把牛的整个形式象征把它做出来，那尾巴象征12个月份啊，那牛的。这个颜色的分配呢，就来自于我们的天干跟地支的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这个颜色来做辨别。你如果看到春牛图上面盲神啊有戴帽子，就象征今年的雨水会比较多。那如果没有戴帽子呢，就象征今年的天气会比较炎热。那穿鞋子呢，就代表说今年可能会有干旱啊。那如果没有穿鞋子呢，可能就今年会有这些非常严重的水患。那用这样子的形象来象征所谓的春牛图，让农民能够辨识说今年的天气的这些四季是不是能够平顺。原来啊，这个迎春礼啊，伫咧清朝的时阵呢，就是咱台湾府城重要的礼俗活动啊。当时吼，伫咧大东门外村牛仔堡举办，大东门顶面吼，只有迎春门的题字啊。
嘛因为战争的原因呢，伫咧日本时代暂停以后，已经有122年的时间啦。台南市文化局今年正式复办完整的官方迎春礼，先举办祭天的仪式，搁再以庙会采祭方式呢，更春牛入来市区。哦，局长，我看这迎春礼要开始了呢，是，牛郎愈来愈多，是，但是讲有啥物春牛啊，爱煞来才会举行啊？是。啊，咱这是咱的府城东门城外，是，所以过去清朝时阵，就是东门城外以立春的前一天，咱才举办迎春礼的活动。哦，哦，啊，象征说一年之始要开始呀，是，啊，希望新的一冬会当啊万象更新，是，啊，五谷丰收啊呢，所以东门城外来办理。东门城是这一个吗？是，而且这个是咱的东门城，伊是国定古迹。这里的话就是东边，对不对？对，向外，这就是城外。啊，遮过去叫春牛堡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春牛堡就是讲，伊遮过去啊，有过足侪市集。啊，伊遮嘛是讲，伊遮祭天，哦，啊，迎接一年的开始的一个所在。所以清朝时阵，这个所在就是叫春牛堡安尼，就是东门城外呢。是，所以说那个土城鹿耳门圣母庙，他们的迎春牛不止在当地有活动而已，还特地移过来哦。啊，这个是啊，偶像。建老有停办了一段时间，所以民间刚刚这个民俗活动真好，所以鹿耳门圣母庙伊那阿弟有捡起办这个啊、这个鞭春牛的活动啊咧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阿婷啊吼，阮有一个祭天的仪式，在这祭天会来主持这个啊祭典。啊，祭典了，咱就迎着春牛长蟒神去踩街游行啊咧。啊，所以阿婷啊吼，绕街游行做老街咧，吼，属于嘉年华活动的性质。所以有顶头，有舞蹈团，吼，啊，当然有盲神唱春牛带灯安尼有对。哦，我知道，还有阿姨们也会参加，国小也会参加，老少咸宜的对啊。是，所以这是一个官方和民间共同办理的一个活动。这天的仪式结束以后呢，代表已经向上苍禀报，大家要开始吼拍拼做事了，就好像是军中的修心操同款的意思啦。年假吼已经过去了，要把这个心境吼变好安，来迎接新的一年。刷落来呢，随着时间渐渐暗了，老一个队伍啊，嘛渐渐回来咱土城圣母庙，万众期待的这个鞭春牛的活动呢，嘛要来开始了。看现场哦，是满满拢是人啊！甲圣母庙这么大个庙埕占甲甜甜甜，无讲哦，佫当作是跨年的演唱会同款呢。现场啊，所有的人拢期待唱春牛的活动，鞭牛的仪式哈，上届早呢是对这个周朝开始讲起啦。这个代表丰收的高王之神，伫咧鞭春牛的仪式呢，甲土牛吼泡嘴。啊！即个农民哈，即小姐呢去抢这个土牛的土，即个这个土啊，压入去家己的田内底，认为安尼吼，会用予来年啊得到五谷丰收啊。仪式以后呢，就是现场的观众上届期待放炮甲高空的烟火，看今朝的甲阿伯拢最好安全的准备咯。今朝的阿伯哦，恁都顾好好势吼，恁两个啊，家己注意安全哦。请下一个单位开炮贵宾，请准备。这里哦，一拳尽量保持畅通。刚刚啊，风炮有打到那个民众的手机，有一个小亮光，我看到了。我当作没看到，车不会怕。吓！哦，好乖哦。炮声超大的。点了。第三站我们就走出去哦。有一颗打到导演的肩膀哦，我那个火光在那冒哦，那鬼人都惊着啊！来问一个建议，甲恁的想法，恁若是讲好，恁就收一个，咱利用内底。我们抽丝剥茧，洋葱式的慢慢进去哦。嗯。原本在外围的时候，人家打打打，你几发打到，哎，就有勇气了。嗯。走到中间的时候，我有几发蛮痛的。嗯。有的人在后面帮我们保护。对，然后他们还拿那种拖
透明的塑胶布。第三扇我们就走进去哦。嗯。哦，那个真震撼，可是不太会痛哎。对。其实我觉得那个风暴是不是速度啊？我们越远，它打到的会比较痛一点。哦。所以会惊的人哦，到这么远呢，我怕着，是正常的。是安尼啊，我本来想讲是不是因为咱拄开始第一届上外口，啊，不过咱上紧张，所以它只要降度就哇，放大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哦，然后慢慢进去就会比较，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怕，比较习惯了啦。有没有印象？我前几趟啊，我都是背对风炮，有一颗打到导演的肩膀哦。嗯，我那个火光在这边冒吼，我鬼人都惊掉完了。啊，是啊。对啊。我黑的安全帽扛不来的跨门啊。啊。你在哈气都补补哎。对，就是看不到，然后只能用听的，然后但是那个火光很亮，所以我会看到一直在，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很可怕。那你会不会不知道在里面在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就在等时间过而已嘛。有一阵子是这样，然后就觉得，那我就动一动好了。我还是有强迫自己回头看一下那个炮层啊。有，我有回头看，然后我在那个就是不同炮层中间回头看，怎么那么近？然后突然又开始害怕。哎呀，我觉得身体的那个触感已经有了哦，视觉的感官一定要给他，因为都站在里面了。对。没有去享受哦，吃菠菜啊。第一次那么喜欢听大大你讲话。哎呦！喊出来！哦，喊出大汉，今天把那个痛非常辛苦，用尽了。哎，风跑西吼的过程中，咱在转啊，都不止一年了。哇！我大概知道怎么。雨风跑来了以后。台中人。台中。对。特地下来吃风炮。对啊。给他看烟火。对啊。吃饱。哎，感觉如何？很爽。那也要来我们这边哦，前面一点点了。刚刚炸手，炸弹啊！炸弹才会停。来了，点了，点了，点了！怎么可以趁聊天的时候来？哇！很多人在现场，我看到阿公阿妈，又看到小弟弟，哎，自己要怕，安全性其实不好哦，剩下全部都是要排除心理因素，大概就放心了。嗯，好，下次还要改进哦。这里，你以为我这边防风炮了？我这个是很热，要大热一下，你慢一点。啊好，可以了。咱也刚刚那个是射过一次。阿白，你看到炮程吗？阿白，它的高度看不太到。有吗？很近的。前面好多塑胶人哦。都塑胶。好大的啦。有一句话是东，你东阿塑胶哦，东就东塑胶。风炮这个威力甲魅力啊，真正是无法度来甲阻挡啦。四人吼是又搁惊又搁爱啊。讲好的这个五十笑体验完以后呢，因两个唔惊死的呢，伊搁渐渐对十二笑摇滚曲吼前进咯。搁再加上高空的烟火甲唱春牛等等的活动啊，元宵节刚来到鹿耳门圣母庙呢，真正是让你吼规工酸透透。伫咧高空的烟火要开始进行啊，现场哦，听讲是有70万人遐尼啊多呢。我看吼，观光结合民俗以后啊，这个元宵节即天土城圣母庙真正是魅力无法挡。
第一次在炸风炮也是在这边，很特别的体验。而且我觉得啊，透过这么多的活动，可以了解到元宵节的意义。我今天感受到说，我们大家啊在祭天的时候很感恩，感恩为什么？因为求平安，我们每一年都过得很好，所以我们有感恩的心，不能忘本啊。而且我真的感受到观光结合信仰，结合宗教，然后让这里好像嘉年华会一样。而且你说这里有双语嘛？我看到好多外国人，然后连那个国际烟火也都是英文歌。是啊，信徒满天下，我这边看到的是信徒遍地开花，全部都是人哎，大家可以感受到民俗啊、信仰的意义，过元宵过得热闹，懂它的含义是最重要的。对呀、啊。鞭春牛以及灿烂又绚丽的烟火，代表着新的一年正式来临，也象征着这个活动的圆满。这场嘉年华的成功啊，除了要有人潮、话题及文化底蕴之外，参与在其中的团队可是功不可没。民俗与观光在近年成为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体，观光带来人潮，带动经济，为的就是保存本土文化，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价值。新的缘，咱会愈来愈好过。好